接下来要先吃的诗班是社青诗班。社青诗班呢，要带来两首诗歌。第一首用英文诗歌的方式，《神的爱》（The Love of God）。第二首是《轻轻听》。那因为第一首是用英文来唱，那如果说听不懂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看上面的 PPT， 它会有中英文对照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歌词是在诉说着什么。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聆听他们的演唱。Thank you.